Kalito! Kalito! Kalito!我的飞哥，今天搞了八十只鸭子，咱们做酱板鸭，抓鸭子了，抓几只？抓十只，抓到了。接下来咱们搞点腌料水，把水烧热之后，完了烧开，放入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十几种香料。咖喱头，水开之后，煮上四十分钟，完了再泡三个小时。泡完水的鸭子，开膛破肚子。 那么老板，中间加点啊！好嘞，你看怎么样？来，买了八箱了。 里边有十个，终于弄好了。这么说，这就是咱们那会儿熬的香料水。咱们开始调味儿，一丢丢咸盐，再来点冰糖，再来点鸡粉、葱姜、地老陈醋、麦芽糖，再来点高度白酒、老抽，最后搅拌均匀，把冰糖呀、麦芽糖、小林冰糖搅化就可以了。搅匀之后。 开走！啊！你跟我背吧，现在开始。烟一夜，咱们明天早上开整。来，飞哥，捞出来风干，太不妥了，飞哥。开烤，150度，先烤上2个小时。 出笼，真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！真漂亮！第四锅开口，兄弟们，最后一锅马上出笼，开始做个辣炉，起锅烧菜籽油，油热放入福建辣椒王、魔鬼椒、滔天椒、二荆椒、花椒、麻椒，还有28种香料，搞里头。 小二，等出来点，倒入纯净水。好嘞，像不像你喝啤酒的样子？像。兄弟们，盐味就鸡尾，当当当当当，完了，打到后边了啊！搞里头，真是漂亮了，这是。生抽，水开，再熬上2个小时。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，光烤鸭就烤了2天，我的天哪！ 鸭子也烤完了，汤也熬好了，关火泡40分钟。这颜色真美啊，漂亮的漂亮，呀，这酱白鸭绝了！泡好了，咱们把它捞出。哎。 再把它撩上一碗。来，飞哥，把这俩咱吃了。这俩能够嘞？不，这米也得的。啊，这沙全哥的。太贵了。嗯。我操。 辣死了！哎呀，滚开！老雷，这酱白鸭人是真美啊，两个都吃，更牛逼，俺那啤酒的，好好喝的，尝。